美好的一天从看医生视频开始。有粉丝提出问题，巨人僵尸怎样才能无声击败大嘴花？嘻嘻，这个嘛很简单，当巨人僵尸靠近大嘴花的一瞬间，转一个身把小鬼僵尸暴露出来，再在大嘴花吃下小鬼后再转身过来进攻。哦，达成成就，无声击败大嘴花。欢迎投喂，奇怪的知识又增长了，本故事纯属虚构。众所周知，一直看报的二大爷永远非常渊博的知识，那他能否通过大嘴花部下的阵法？小花生怎么看呢？扣一能通过，扣二不能通过。姜还是老的辣，毒帽僵尸顺利通过了，是不是很神奇呢？机枪射手，机枪射手，机枪射手，磁力锅，这么多机枪射手，等等，磁力锅，哎，有办法了，当当当，把武器换成铁的，巨人僵尸也是有智慧的，嘿嘿，奇怪的知识又增长了。